来自大角星信息。通灵，丹尼尔·斯克兰顿。亲爱的伊们，神圣的人们，我们作为大角星人向你们传达对世界人民的爱和希望的信息。一，大角星人，十月能量和您的五帝脉轮。我们是大角星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与大家保持联系。我们很高兴再次回到地球与你们所有人在一起，我们正在见证你们意识的扩展，因为它在你们的十月继续在那里展开。你们已被授予访问你们的第五维度脉轮的权限，而你们之前在这个月无法访问他们。结果是，你们中的许多人正在体验新的见解，对前世的回忆，包括那些在外星世界的生活，那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生活。而且你们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做一些必要的工作，来清理或净化你们的七个脉轮中主要的第三维脉轮，以便第五维脉轮可以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你的第五维度脉轮系统将让你更好地进入多维度世界。这个宇宙包含许多维度，许多现实，以及比你之前所接触到的更多的东西。可以这么说，当你们能量调频到你们的第五次元脉轮时，你们将经历一段相当长的旅程。现实，你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这意味着，无论你的生活中即将发生什么，无论什么不会发生，拥抱他们，因为这只是你做额外工作、清理和净化的一种方式，这是让你自己更多的接触第五维度脉轮所必须的。到本月底，每个人都会发现，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连接到更高的领域会更容易。越来越多的人们会发现他们拥有自己不知道的天赋，你们会感觉离与外星人充分开放接触的时间更近了。你们现在正在作为个人主权存在进入你们的权利，因为假设你们之外的某人或某物控制一切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你们已经玩完了那个游戏，你们已经准备好承认你们100%是现实的创造者。你们已经准备好发挥你们的全部力量和全部潜力，并与仁慈的银河力量和来自这个宇宙中爱心的非物质维度的力量走到一起。这是你们所有人这一生的要求。但首先你们需要处理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物质方面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当你们面对你们需要面对的事情时，你们允许自己从十月的能量中获益更多，这些能量让你们有更多机会进入你们的第五次元脉轮系统。让它，这些能量，全部进入，认知到它总是会来的。让自己保持平和，并在一天中的不同时刻花一些时间放松身心，闭上眼睛并做几次深呼吸。因为您承认这些第五维度的脉轮存在于您的能量场域中，而且他们已经准备好随时为您服务。我们是大角星人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以这样的方式与你们交流。谢谢收听，感恩祝福。二，大角星人，五维度门户和你身上的能量。我们是大角星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与您保持联系。我们对地球上的能量非常敏感，我们注意到许多人类的觉醒为你们的世界打开了一个巨大的门户。这个门户现在并且一直都是专门为向你们传递第五次元、第五维度能量而设计的。这些第五次元的能量是对每个觉醒的人类的邀请，他们有潜力将意识提升到新的水平。您可以轻松地与这些能量协调和同步。
你所要做的就是承认他们，放松身心并敞开心扉，让他们进来的运用你的光之身体。当你感受现在在你身上的第五次元能量时，意识到或认识到他们确实让你感到熟悉，那是因为你们以前都曾处于第五次元境界。你现在正在运用你在第五次元的存在来召唤你进入第五次元。与此同时，时间的概念对许多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因此我们不会过多的讨论它的细节，但我们会告诉你们这是真实的。你们确实已经是第五维度了，而且以前也已经是第五维度了。你邀请自己回到一个你熟悉但已经改变的地方。你们中那些属于觉醒集体的人们应该先于其他人接受邀请，这样你们就可以铺平道路。你们生来就是为了记住或一起，你生来就注定要接收更多此类能量，唤醒并启动你的精神或灵性天赋和潜能。这不是每个人都是，有些人们不得不选择扮演那些觉醒的更慢的人的角色，但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处于同一水平。但看起来并非如此，因为他们扮演的角色非常漂亮。但每个人体内都有一个觉醒开关，并且可以透过多种方式将该开关切换到开启位置。你们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既容易又困难的道路。对你们所有觉醒的人来说，这将会变得更容易，因为我们都在一起进入伟大的宇宙扬升的时代，而你们知道它正在发生。当你正在经历某件事时，你就会明白，这件事比它看起来更重要。当你接受第五次元能量的邀请时，你正在履行你的使命、你的目的和你的命运。你在第五次元状态中所做的和所说的会自动邀请其他人加入你。你会发现很多人愿意并且渴望接受你的邀请，他们只是需要另一个人的邀请。你们都有潜力接收来自能量、来自更高维度层面的邀请，这是你们神圣蓝图、你们协议的一部分。现实，当你们帮助其他人找到通往第五维度意识的道路时，你们正在完成使命，你着手完成这个任务，这样你就可以作为光与爱的第五次元存有，获得更多的乐趣和玩耍。我们是大角星人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以这样的方式与你们交流。谢谢收听，感恩祝福。三，大角星人，大规模觉醒即将到来。我们是大角星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与您保持联系。我们见证人类的进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想告诉你们，我们理解你们很难从你们做的地方注意到它，但我们也希望你们接受，我们可以承认你们作为人类的成长和进化。我们可以衡量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感受到你的振动音调，我们知道你何时升级。你会继续这样做，像战争这样的事情将成为你的过去，遥远的记忆。但就目前而言，您所在的地方或环境就是您所处的位置，而到达您想去的地方的第一步就是承认和接受您所处的位置。这里有一种说法，你们必须接受战争、贫穷、饥饿、暴力、仇恨和种族主义，都是由你们自己所造成的。这里大角星人比喻某种个人或群体推卸责任情况，只是一种隐喻，有些内容真的不太好翻译，请见谅。对于一个觉醒的人来说，这是艰难的第一步，因为有很多人都说是别人正在这样做或是别人造成的，是政府还是阴谋集团的错。
这是媒体的错。但是，当你掌控自己的创造力，拥有自己的创造，并承认你今天所创造的东西比500年前要好得多时，那么你就可以体验到你的意识的飞跃，意识的突飞猛进。当你两者都到位时，你会看得很清楚。你正在透过某人的眼睛来看他们，他们承认自己是源头能量存有，并且是自己现实的创造者。获得荣誉是好事，承担责任也是好事。现在，对于大多数清醒的人来说，你即将进入的地方不会感到惊讶。你们已经步入银河时代，但很快你们就会意识到或认识到自己是银河社区的一部分。这也会发生，不是因为披露，也不是因为他们无法再对你隐瞒。由于你们所有人都取得了积极的进步，它将会到来。现实，在这里如果没有获得一个非常大的精神或灵性自我，你们可以为自己站在这个意识进化的前沿而负责。你可以为此功劳或邀功。你可以知道，你已经成为了推动人类准备好迎接这种情况发生的动力的一部分。你一直是导致人类为此类事件做好准备的驱动力的一部分。我们想让你们承认自己，因为我们知道它会让你们处于更高的振动状态，而更高的振动状态会在很多方面为你们服务。你们可以放松下来，知晓你们不必做所有的事情，同时承认你们正在创造这一切，因为你们创造的不仅仅只是你们的双手和工具，还有你们的时间、精力和你们的努力。现在是时候让所有能够接收到这个讯息的人认识到，其他人将会仰望、尊敬您，并跟随您的脚步。更多的大规模觉醒即将到来，将会有更多的大众觉醒，而你们将会是那些觉醒者的领导者、引导者、教师。我们是大角星人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以这样的方式与你们交流。谢谢收听，感恩祝福。四，大角星人，旧系统崩溃，新系统兴起。我们是大角星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与您保持联系。我们很高兴在地球发生巨大巨变的这段时期见证你们，因为我们注意到你们在处理你们周围的社会在许多方面崩溃的方式方面表现得多么出色。你们已经注意到，你们曾经非常信任的机构，实际上都是纸牌屋，随时可能倒塌，甚至有很多人预测他们会以某种方式、形状或形式被推翻。然而，你们仍然站在那里，只挺身而出。在你的环境和你的振动中仍然平衡稳定，因为你选择成为人类稳定的力量。您选择承认，当一个机构或系统崩溃时，就会有新的机构或体系、系统取而代之，来取代他们。你们是引路人，是决定成为这些新系统、新机构、世界新生活方式的创造者。你们不只是建造防空洞，然后带着干果和罐头爬进去。你们能够看到周围涌现的可能性，为每个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你甚至能够想象这些世界以及你在共同创造他们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想向你们指出，我们已经表明你们正在共同创造一些世界。它不只是一个地球，也不只是两个地球。你不断地共同创造新版本世界的新体验，因为这就是你真正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必太关注政府和银行系统等方面正在发生的事情。它们代表了旧的意识，你和其他人类的三维版本。
他们曾经是必要的，他们为你们所有人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但你们正在走向新的、更好的东西。你们是那些精心策划这些机构将是什么、如何运作以及如何为人服务，而不仅仅是为少数人服务。你们现在作为非常专注于灵性的存有，因为在你们能够开始在物质领域有效运作之前，你们需要在灵性领域拥有更强大的基础，作为真正将这两个领域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大师。你们的存在是为了向人们表明，住在洞穴里和住在豪宅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衡。您不一定要整天打坐念经才能成为一个有灵性的人。无论你承认与否，你都是一个有灵性的人，精神上的人。你可以舒适地生活在物质世界中，而不需要过度生活，不需要囤积，也不需要保护你所拥有的东西，抵御任何可能从你身边夺走的东西、发生的事情的侵害。物质与非物质，物质与灵性或精神，人类与神性，人类与外星人的融合，这就是你们作为觉醒灵魂的全部意义。这不是两者之间的选择，总是两者，正是在两者和一切的融合中，你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你成为你的更高自我，并且你迎来了新时代，第五维度的时代。我们大角星人随时为你们提供协助。我们是非物质意识，透过物质容器来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是这两个世界、这两个领域不仅可以共存，而且可以蓬勃发展，并在地球上做出一些重大贡献的例子。我们是大角星人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以这样的方式与你们交流。来自九地大角星理事会委员会的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Thank you.